我叫李小凯，出生于80后，从事着一份压力很大、特别用脑子的工作——广告设计师。我有一个非常非常漂亮的女朋友，她叫黄贝贝。李小凯，你再不过来，我就回家睡了。好好好，我马上关电脑。亲爱的，别生气了。我这不是为了我们以后美好的将来而努力吗？最近公司接的单子比较多，经理又催得急，这不还有设计图没有做完，必须回家赶赶了。别生气了，亲爱的。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拥有自己的房子？80后，一个多么无奈而又现实的称号。当我们大学毕业了，工作不分配了，要自己找；当我们想要结婚成家时，房子不分配了，要自己买。更多时候觉得我们就如同这飞在风中的纸飞机，一丝微风就会让它摇摆不定，找不到轨迹。小凯，公司花钱请你是来工作的，要睡觉回家去睡。经理，对不起，昨天晚上改设计图晚了一点。少给我废话，赶紧把这个设计图给我校正一次，如果再偷懒马上给我滚蛋。好的好的。三条腿的蛤蟆少见，两条腿的人衡阳到处都是，哼。
哎，亲爱的，到你家吃饭是吗？好的，好的，挂了啊。我貌似多走屋里来吃啊！来喝酒。我冒着房子冒着家不想排上吃嘛个的。哎，小凯，我跟你讲，我贝贝跟你当阿姨当了几年了，你到底准备哪个时候买房子结婚？阿姨，现在房子又贵，要不再稳点去？稳点去？你准备稳到哪个时候了哈？你耗得起，我贝贝可耗不起啊！你凭几个条件想找几个奶就多的是。妈，有事不用你操心。不要我操心啊！你准备像刘娘一样了，一辈子住到这条筒子楼里的了。筒子楼怎么了？我需要的是一个温暖的家，而不是一间赤裸裸的房子。贝贝管得有点大。你莫插个话了啊！我跟了你是算是倒一辈子个血霉了，这个里头怎么想个一天都糊。哎，你会不会想让我的女崽子也跟我一样了？哎，一辈子就住到这家好个房子里头了。哎，小凯，我跟你关系的话啊，我别的都算了，都不管了。但是这个房子你是必须要买个，这是最基本的条件。好的好的，不要再管了。小凯，莫怪阿姨管话管得急的啊。如果你不打算买房结婚的话，我就不得准你们两个再来往了。凭我们家贝贝的条件，想追几个奶姐好那么多。爱情不能谈房钱，冒着经济基础住北京是行不通不。温暖的家。多么陌生的名字，现在的人到底怎么了？要的是一个家还是一间房子？如果谁能还我一个温暖的童年，给我一个完整的家，住哪儿都无所谓。幸福家园，哎呦，现在搞活动比较优惠，算一下看够不够。就像你有和你一样，也没生什么钱，但多少还是先凑一点吧。贝贝，我怎么用你的钱了？
什么你的钱我的钱呀？房子我也有份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一起承担呢？佩佩，好啦，以后我们一起努力，一起省吃俭用，先去付个首付。佩佩，你想好了，谢谢。以后我们别再乱花钱了，中午我们不去外面吃饭了，我从家里把你的衣服也带了，你到我公司楼下我们一起吃。真是委屈你了。不是给你介绍了一个吗？我觉得挺好的呀。哎，别提了，你土鳖说我剪个短头发像男人婆一样，早拜拜了。男人婆，我看你本来就是吧。李小凯，李小凯，我告诉你啊，你再这样怂，我叫贝贝立马飞了你。表姨，啊，给你介绍一下，这是我表姨，刚从上海过来。这是我好朋友贝贝，这是她男朋友李小凯。阿姨好，你们好啊！哎，等会你们去干嘛呢？没干嘛，就随便逛逛呗。要么一起吃饭吧，顺便给我们海燕也参考参考。参考？不会是又去相亲吧？哎，老板，哎呀，莫着急哟，我就剩300万，你把驾号发到我明天大姐那里啊。你是海燕小姐吧？你是高先生？啊，对对对，我就是高照。高照啊，对，高照个高，高照个照，你就叫我高照可以的。你本性比较先土豪多了。哎，我现在不特别流行土豪精啊。师傅，师傅，你管我太对了，我连从来没看过狗哎，就把屋里那些猪啊都养成土豪精的颜色了，我是可以卖家好价钱的。鸡绝对有眼光，所以我屋那栋别墅啊，都混进土豪精了。特别大昂啊，气派呀！韩小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让你久等了啊。没事。你是开马车过来的？我快。我开西路啊。哦，开公交车过。西路是走路。走路好啊，健康又环保啊。你不晓得，现在开车啊，真个烦死了。马路的车子太多了，我刚才为了挤这个精力，我那些啊租的摩的卡一锁就锁的那个面前，把我那台奔驰车丢在马路的边上。奔驰都不要了？这算嘛东西了？哈，我屋里的保姆呢，主要是要买菜用车。你不晓得，我屋老大家别墅土豪精了，都别墅好大。我的院子好宽好新个，又深深个，好恐怖啊！我的步行呢，从五分头到走到马路高头，又走半个多小时，就用车。我晓得一般开个车子，都是开那种自由旅行，就是那个劳斯莱斯。嘿嘿嘿嘿。你好，先生，请问你需要点单吗？点肯定有点单。
把你们店到追过过通通给我搞上来，只要美女开心。好的，请问需要一支红酒吗？红酒啊，我就有啊，我这红酒有就不喝，一喝啊就喝那家八大酒庄过拉菲酒庄过八三战争刚红。不好意思，这个没有。我应该有啊。真没有。我那个，我觉得我现在还喝过呢，那就喝起来把嘴巴了。不好意思，真的没有。说说说说说，你点到追过过酒，给我拿一支过来啊。不要那客气了，可以嘛，可以了，只要美女开心。哎，莫管是酒啊，就是房子、车子、票子，只要我一家电话打到我伢老子，我伢老子一家电话打到几个秘书，秘书一家电话打到银行，三家电话，三家电话，一切我卡。你我还是互联网时代啊？可不是嘛那些。只要你干得我，心和肾都别做，只管把我养在，养三四五六七个都可以。啊？你不要有压力啊！我的计划生育罚款我来交，反正我们的房子多。这哥们儿就是一奇葩，我看海燕这一次啊，绝对看不上他。妹妹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哦，阿姨，我是八八年的。哦，小凯是八二年的吧？阿姨管真好。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？我们打算买了房子再结婚。你们现在住在什么地方啊？我们现在住在木材厂的家属房，自己家。不好意思啊。没关系，阿姨。贝贝啊，你明天有空吗？有啊，怎么了，阿姨？我明天想出去逛逛，合适的话嘞。你想买套房子，你可以陪陪我。行啊，我没问题的。嗯，明天多陪陪阿姨啊。嗯，好。不好意思。过来，美女，要不把你个电话号码你都。你个微信号是嘛了？喂，你妹。哦，喂你妹，谢谢啊。喂你妹，可这名字起得好。叔叔。爸。回来了。马上就给你们做饭啊！不用了，我不吃了，叔叔我来吧。没关系，我来了。不要手这么干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进屋吧，进屋吧。你好，欢迎光临幸福家园。你好，您现在看。
看到的是我们民生堂幸福家园的一个沙滩模型，它整个的话就是由六栋28层的高层组成的。像我们这里总户数的话是617户，还有一栋5层的商业中心是独立配套的。像我们这里5层商业中心的话，1楼是信泰市场，2楼是超市，3楼、4楼是我们国大民生堂的一个旗舰店。在我们这里，这个就是我们餐厅。餐厅的话，我们是挑窗，而且是落地的，不像别人的挑窗，窗户是一半，我们是窗户全部是落地的，从上面一直到下面的。客厅的开间有4米2，然后外面的话还带一个阳台，这个阳台呢也是半埋半送的，你可以这边过来看一下，你可以做麻将房也可以。霞霞，谢谢你了啊，这几天真是麻烦你了啊。没事啊，阿姨，可是我有一点不明白，你不是上海人吗？怎么会想起在衡阳买房呀？哦，阿姨30年前呐，是上海的下放知青，到了衡阳就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，所以呀，现在年纪大了，想在这里买套房子养老。好啊，以后有什么事尽管叫我们啊。妹妹啊，阿姨想再麻烦你一件事，好不好？什么事？你说。你把这个交给小凯好了。小凯。回来了，孩子，回来了。哎，爸，桌子上怎么这么多信啊？难道爸也想时尚一把，来个回忆初恋？这些信啊，都是你亲生母亲寄来的。他会给我们写信？都是爸爸不好，爸爸太自私了，没能跟你说这一些，但是今天我必须跟你说。来，孩子，坐下。爸，什么事啊？说吧。最近你妈妈来信了，说她身体不大好，想见你，更希望你能回到上海，跟她一起生活。他当年这么狠心地把我们抛下，现在又要我到上海去陪他生活，我才没有这样的妈呢。孩子，这也不能全怪你妈妈，当初她也是为了你好，想给你将来的生活有一个好的环境，所以你妈妈才决定跟爸爸假离婚。其实你妈妈是最后一批回城的知识青年，当然了，到了上海以后啊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，是你外婆千方百计地阻挠我和你妈妈见面，然后呢又精心地安排跟一个有钱有权有势的人结了婚。其实当时我也挺恨他的，我是发誓一辈子再不理他了。后来我也调动了单位，单位也跟我分了房子，从那以后我跟你妈
就失去了任何联系了。后来是你妈妈自己主动的找了那些老同事，又打听到了我的地址，这不就寄来了这么些信，他都是来了解你的情况的。给你寄钱呐、寄学习用品啊，生活用品啊，还有衣服啊。孩子，这些我都瞒着你的。爸，别说了，他这么些年要找我，你应该找到了吧？现在哼，更加不想见。孩子，在没有光明的地方，黑暗也是一盏灯，咱们都得应该学会面对。爸，不要，哎，这不是他的钱，他寄来的钱啊，我都给他退回去了。什么？他寄来的衣服和学习用品我收下来了，这些钱呢，是爸爸省吃俭用存下来的。爸，哎，你现在不是要买房子吗？爸，这钱我不能用，这些钱都是你这么多年存下来的，这些年你含辛茹苦帮我带大，不容易，都是你的养老钱呢、爸爸也没出息，没什么用，没多少钱，就十来万，你拿着去看能不能付个首付。爸，你别这样说，房子的事情我自己能搞定。贝贝可是个好姑娘，可不能因为房子的事而错过了。爸，跟你这么说吧，贝贝不可能因为我没有房子不跟我结婚，我了解她的。正因为人家不是为了房子啊什么的，对你是一心一意的，我们就不能亏待人家，不能委屈了人家呀，要给她带来幸福才对呀。大人，啊，哎呀，孩子，等爸爸百年之后啊，你们就把这房子给卖了，拿去还贷。拿着，拿着。这钱我先拿着。嗯。就算我先借你的，等我有钱了，我再给你补上。不过你要答应我，等我和贝贝结婚了，房子装修好以后，到时候把你接过来和我们一起住，让我和贝贝啊能够好好的孝敬你，好吗？那感情好，好孩子。拿着，爸。哎，亲爱的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是说好在那个幸福家园会合的吗？玉玲阿姨有份东西要我转交给你，她因为身体的原因今天要回上海了。玉玲阿姨有东西给你。Thank you.
我明天想出去逛逛，合适的话嘞，也想买套房子，你可以陪陪我。最近你妈来信了，说她身体不大好，想你了。她很希望你能到上海去跟她一起生活。我才不稀罕他的殷勤，我们难道付不起首付吗？他有钱他了不起吗？他有钱就可以安排别人的一切，我的童年呢？我的童年他给得了吗？你是不是一早就知道我们的关系？我明白了，我明白了，原来你天天陪他去看房，原来以为我买不起房，他买得起是吗？瞎想什么呢？我也是昨天才知道的。瞎想？你们别再串通演戏了，我看错你了。这房子算什么？这房子算施舍吗？你要，你拿去。请原谅妈妈再一次不辞而别。记得你还没满周岁那年，妈妈因为自身的问题和家人的反对，抛弃了你，抛弃了这个家。这些年我一直活在自责里，或许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，可感到欣慰的是能够再一次见到你。我不敢奢望你对我的原谅，更不敢要求你叫我一声妈妈。房子是我送给你和贝贝的，妈妈并不是在施舍，而是在救赎自己，因为当年我亲手撕毁了一个完整的家，就当妈妈现在还你一个家。贝贝是个好女孩，我很喜欢，你要多多珍惜，也祝福你们幸福。
送到这里好了啊。啊，表姨，一路顺风啦，保重身体，你也一样啊。好的，期待啊，走了啊。你这张照片照得好啊，对，基本都拍又好漂亮，是吧？看这个，我这一张，这张好的哦，你这张好，贝贝，快点，准备好了没有？等你拍全家福，来啦来啦。终于拥有了他，我们自己的家。